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部剧，等姐姐和六子哥一起看山河令。第六季不要着急播啊，等第五季播放量超过1.6亿，投币超过208万再播。怎么我的口条还不如郑爽啊？过得好短啊，你们装的陈岭吧？陈岭不矮好不好？哦，陈岭不矮，那我可以预计了，你们装出来的是个矮子。果然，公鸡演员。我不是公鸡演员啊，1.5米的棺材，你能穿出个1.8米的人出来？人家可能是蜷缩在里面的。我的绝了，红色眼影。长了一口日式龅牙，还穿了个女仆装，还有一个双马尾。女仆装，手里拿个铃铛，你是要跳宅舞吗？双马尾赛高，他是又臭又脏，然后是丑死了是吧？应该是又脏又丑，臭死了，然后再捂鼻子，对不对？配音没配好，这是个 bug， 我跟你讲，配音这把要罚钱，我跟你讲。哎呦喂，你干什么？我两杯哦。我感觉他现在已经明白是装的吧，应该不是，故意揩油跟你讲。你又懂了，你敢戳我的小残残、啊、小残残这不是疯癫了是吧？阿旭戳的，咬人眼来可以一边打一边摇屁股。这传说中的电臀吗？咬人电臀。你够了，我没有磕好吧？我没有磕我也受不了。迷离的眼神。哦，我 get 到这个温客行这个演员的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？眼神，他眼神转变得非常好，时而勾人，时而凶狠，是 的，而且转变得非常自然。对，感觉周子舒好像被点了穴了，任他摆布啊。我实话实说啊，温客行这个演员的戏路以后可能是要比周子舒的戏路还广，因为他长相非常的符合他的身份，但周子舒也不差就是，他适合拍广告。妈，我们下次做个美宝莲的广告吧。可以，给我感觉他们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。可以传一个特写看看。人家开房，他们注定要开船的。毕竟没有想起来了，又要谈情说爱了。我好喜欢这首歌。他好像是受伤了，刚刚还有一个当时发在他身上。你可以的。哎，你不能飞啊！我怎么隐隐约约感觉到你们嘴里说的名场面要来了呢？什么名场面？我不知道。这你那个凶，那人都死了还学人家河南话，念念不忘，老鳖声。人家官方 CP 在那磕，你不要磕死掉的，我真服了你。这 BGM 一响，我如临大敌。嘴上对了凶，其实对我挺关心的，看没？就剩两颗药了，你一颗我一颗。嘴硬心软。周叔现在对温客行没什么抗拒了，看没？要命，要了我的老命了。就是现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抗拒的。你不是说撩他的吗？鸡都不敢杀，只敢杀人。对，刚宰了一个是吧？他主动的话，身段就低了。要端着一点，要端着一点的，你又懂了。那就是，就伤得挺严重。阿旭知识面很广，不像你知道一些莫名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。九州是金丝代表情报工作的貔貅，你知道吧？什么都灌得进去，都是些没用的知识。你在自黑吗？知道药人对我有什么用？你给我讲，我还知道孔雀肉能吃呢。你要轻松，我来帮你。哎，手臂有什么好咬的？咬耳朵。真的是不搞点麻药吗？那你酒泼一泼，哎呦，我来。你去，你看呢？你看温馨的扎嘴。哎，你恶不恶心啊？你人气是真的好，是真的好。点开睡了，任他摆布了。我怎么感觉不太好了呀？没有呀，怎么就不太好？就是专业负责拖。瞎说，之前是主动拖，现在是被动拖。没有，反正是逃脱不了拖的宿命。哎哎，干什么呀？哎，阿波主把你的眼闭上。为什么？还好，人家是兄弟情，好吧？哦，人家是兄弟情，兄弟情，这都是很正常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超友谊的感情。哦，这我不对，我想多了。虽然他们平易近人，虽然他们天姿国色，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谁是山鸡，谁是凤凰？山人呀、啊。好恶毒啊！你是天底下最恶毒的直男。你diss了一整个群体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其实真的，我觉得还好。还好吗？嗯，肯定这个就是所谓的高能场面，是吧？嗯。好多人看到啊，受不了，我觉得还好还好。我觉得这个场面没什么。没什么？那刚刚叫的是谁啊？我预感到了，你知道吧？哦。没什么，只要温客行不拖都没什么。你
这么执着于温二零是托干什么？这个温二零是这一集是主打卖萌牌，最关键的是原著说还偏偏吃这一套，还是有点意思，蛮对仁义道德，杀起人来心狠手辣的。能有什么坏心眼？温二零有点分裂人格，这你又知道了？这满嘴的都是仁义道德，我温大善人，眼睛一瞪，咵就开始杀人了，眼睛转换流畅，这不是分裂人格做出来的事情。所以就是说是别怕他，你知道吧？哪里怕他呀？你硬扯，硬扯，怕他疯起来？疯起来能怎么样 ？Q 借他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这这段删掉，这段删掉，这段删掉，必须要保留，要传播正能量。你就是个负能量集合体。不要抖，不要抖，不要影响我看剧。好，你上一次说这个话是在唱歌星，居然没有人 get 到，我也是醉了。这首诗我熟，你又知道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下一句就叫人生死相许吧。对，还有下一句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然后呢？老翅几回寒暑。哎呦喂，可以吧？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诗是我看那个《神雕侠侣》里面学来的。神雕侠侣，林默愁的口头禅吗？哦，我真的没注意。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看到龙骑士尹志平那一段，我就没坚持看得下去。够了够了，龙骑士，小龙女也是我的白月光，好不好？哎，摸脸的看见，摸自己脸的看见没有？我看到了，有点调戏的味道。哪里是调戏了的？你不懂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靠，你真的磕得够硬的。就是啊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、啊。我就问你牙疼不疼？我吃的是假牙。难怪我牙口还行，我磕得起来，好吧？难怪磕得一个比一个硬。正儿八经的，他那个两个人玩的那个，有点像七巧板的那个意思，真的像七巧，小孩在玩一样。真的就跷跷板，跷跷板就是影射什么两小无猜，两小无猜，真的是青梅竹马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青梅竹马，人家刚认识就青梅竹马。影射嘛，哦，影射，影射嘛，要不然怎么好好的会有这么一段？好看呀，我、哦、好喜欢他们这段打戏，特别美。哇、哦，这个场景好好看，有点《笑傲江湖》的味道在里面，你发现没有？